我怀宝宝的时候，每天吃这么一个大鱼，所以宝宝很聪明，真的，自己也会变聪明。哇，他要找的东西很多，墨镜永远不知道在哪儿，唇膏用了就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哎，我的墨镜呢？又忘了什么？哎呦，他真的是，他出门。他不会还要回去吧？怎么会？哎，我刚才拿过来的，拿货来的信呢？转角就忘了。哎，我刚才拿进来的信呢？哎，我拿什么来着？真心话大冒险。